别闹。说实话啊，这个来到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，确实心情比较忐忑紧张。哦，是吗？因为呢，你看底下除了坐了这么多观众，还有这么多相声演员，你们的嘴皮子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问问您啊，这么多相声演员，谁嘴皮子最厉害？这还用说吗？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谁呀？谁离我最近，谁嘴皮子就厉害呗。我合作过这么多跨界的嘉宾，您情商最高，是吧？他是他，真的情商最高。这个您这么说就不怕得罪之前过来跨界的？我跟谁都这么说。我也是。刚才跟你开玩笑，说实话，我是真爱说相声。爱说相声啊！哎呀，您可真有意思。您外面的拍戏、影视剧、电影多挣钱啊！这，艺术这不能用钱来衡量，是不是？您这话，您不是骗我吧？我骗你干啥呀？再说了啊，骗傻子不有罪吗？是不是？这什么话？这是？跟你开玩笑的吗？开玩笑。我说实话，我是，这确实是爱这个相声。我要是有你们这两下子，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不去拍戏了，我都真的真的就想说相声就不拍戏了。对，那成啊，您说相声，孙超那是我搭档，哦，我让给您了，您的戏我拍去，行不行？省耽误事，好不好？这成不成？太成了，我倒是愿意跟兄弟搭档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谢谢。哎，您跟他搭档，我拍戏去。但是我确实有这个问题啊。你对拍戏就这么喜欢吗？您不知道，看您拍戏就高兴，是吧？哎呦，演那么多戏，那么多角色，多好啊！谢谢。真的不是客气话，真的是好。啊、您看头些日子，我看您演那个哪个戏里，我忘了啊。演那个儿子，演多好啊！是。说演完儿子还演那孙子，哎，演完那孙子还演重孙子。这他怎么了？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说相声的原因了吧？您真逗，戏里演孙子不是假的吗？你啥意思？生活中你是真孙子呀？啊？又骂人？又没有，骂两回了。话赶话到这儿了。我告诉您，这说相声没有您想的那么容易。我知道。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四门功课，知道哪四门吗？是不是说学逗唱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是这四个字儿。但说呀，不是像您影视剧里说台词人都写好的。我们这相声，刚才他们唱的也好，演的也好，都是自己创作的。哦，确实挺难的。那当然，尤其我那个，那我得看多少书啊？啊，文科的，哦，理科的，明白，产科的。你等会儿，你看这书是干嘛？说工科的哦，工科的涉及面很广。哦，明白。哎呦，什么牛顿第一定律，那一般人都不知道，难着呢。那个东西咱也不看书，咱不知道，真的。那就是一切物体在不受到外力的情况下，总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行的状态。嘿，行吧，这。初中上过的都知道，甭起哄。这还有第二定律呢，物体加速度跟作用力成正比，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，并且跟物体质量的倒数成正比。可以，行不行？第三定律呢？第三定律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甲物体受到乙物体的作用力，那么乙物体同时也会受到甲物体相反的作用力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方向相反，重量相同，而且在同一条直线上。行。来，盛耀老师，来，我跟牛顿照个相，好什么好？这还真知道呢。是，你不是让我这不话赶话到这儿了？到这儿了，行，这说算是过关了，还真行。哎，学呢？这没学呀，要有学，你说我到这儿录节目干嘛？没学呀，这。少说这行业内幕的事儿，学说学逗唱的学模仿。我以为早学的，哎，哪有那事儿？早没那好事儿。我这说学逗唱的学模仿。哎，我先模仿一个。你来一个。嘿，这大清早的为吃个早点，至于吗？这老早八爷就起来了。
哎呦喂，您这北京话说的忒地道。那是，我就北京人。不是，你北京人说北京话，那能叫学吗？那你学一个。哎，等会儿，嗯，学之前我先问一问，您是哪儿人啊？我山东人呢。山东人可不能学山东话。没问题，我学青岛。可以。学吧。我学两句啊。前两天我们山东的这个大直播火了，是吧？展示了咱们山东人们热情好客的这种感觉。不光直播好，我们青岛也不错，山好水好，大海也很好。我们敞开了大海一样的胸怀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，大美山东欢迎你。好，学的还真行，行吗？哎，往远一点行吗？远一点，嗯，远一点没问题啊。咦，乖乖，我说我勒个娘啊，我这来到天津卫视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，这个观众可热情啊，我这个心里可得劲儿，中啊。对，您这河南话学的还真像。咱们远点成吗？远点也中啊。远点也成啊。哎，来来，今天我的心情很激动，我都是想说几句啊。第一，我的心情很激动。第二，我的心情确实很激动。第三点，我激动的就会说这一句，就会说这一句陕西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再远点行吗？这样我给你出个题。您说。嗯，爱斯基摩人。怎么样？能不能学？行。行啊，我你学，哎，来一个，就爱斯基摩人嘛，是吧？学这。老师，让您学爱斯基摩人，您这干嘛呢？你让我学那地方太冷了，冻得打哆嗦，说不出话来，只剩打哆嗦了。行了，妈你，我都没见过，这能学吗？也是哈，是吧？这学学的也不错，嗯、算是惟妙惟肖。这可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逗呢，说学逗唱逗啊，逗我逗我就别逗了，因为我真逗不过你。你说青岛他都不算山东里边的，我能逗过他们？这是啥？行，不说这个了啊，唱。你给我唱一歌，不是会唱歌，唱一歌。哎，流行的、摇滚的，说一段唱歌，唱一个啥玩意儿？老师，您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我听他们说，说学逗唱你们这门里说那个唱啊，他不是唱歌，说那应该是唱什么《鼠来宝》跟《太平歌词》吧。哎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业里有朋友啊！他们偷偷告诉我，哎，说的对、嗯，我给你唱一个吧。嗯，快板知道吗？我来群英会多少年了，没有展示过他们的眼神，看他们的眼神有期待。哎呀，好开心！哎，是这么拿吧？哎，好！哎呀，数九寒天冷风嗖，转过年就春，转过年春打六九头，一个狮子滚绣球，滚绣球，好，懂吗？好，好像落两个东西。好，我落了，我落了，不是，落哪俩东西？你看，有一句词儿没说，另外吧，这玩意儿好像他们说也得用上，也得用上。哎，你用。你用来来，你来了行吗？你这基本多少年？我就学了两天，我两天我展示一下行吗？我完了秀了，嘿，哎呦喂，这手拿这个，这会吧？我知道，啊，这手拿这个知道吧？老师，刚才你拿反了去。哎，我拿反了。对，哎呀，好。
这也会对。哎呦，你这可以啊。数九寒天冷风嗖，转年来春的这个六九头，这个正月寿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管绣球。这个什么上山吃牛牛，什么下山乱点头，什么有头无有尾，那个什么有尾无有头，赵州桥什么人修，那个玉石栏杆什么人流，那个什么人主刀桥头战，什么人勒马看春秋，什么人白什么人黑，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，那个什么圆圆带天边，那个什么圆圆带眼前，什么圆圆长一脉，那个什么圆圆到两边，双扇门单扇开，我自个儿破谜自个儿猜。对呀，谢谢。